这金光四射的，顺云天到底怎么了？应该是出大事了。你谁啊？东方青苍。啊！魔尊，你活了！啊！是九爷大人！我一不饶他！救我！看你身上的灵气还蛮不错的，就将就一下了。醒醒！喂！你醒醒啊，你已经睡了好多天了，你醒醒啊。你可千万别死啊，喂。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是我的。几日前这家伙突然冲上来咬了我一口，我就莫名其妙地和这家伙互换了身体，然后就一起被关进了这座好天塔。我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居然可以换成这副身体？熊还怎么一为什么？熊，你有吗？你干什么？你这个龌龊的大魔头！再骂一句试试。魔尊大人息怒，是我错了。说来，你不是上古魔尊吗？怎么被打得那么惨，还和我互换身体？你到底是……你说谁被打得那么惨？不想要熊了是吗？你这个混蛋，打不过九渊大人就拿我的身体威胁我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是故意被他打的。哼，这种过时的笑话你也好意思说？总之，你如果还想平平安安的出去，就别来给我添乱。我添乱？喂，现在被关在笼子里的是我，要不是你这个倒霉的妖怪，我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。倒霉妖怪，如此称呼本座，你胆量着实不小啊！哼，还跟我凶，凶有用吗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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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脑子不聪明，毛长得倒是挺好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现在在我手里？我的头发，我跟你没分。好了，别努力了，想截断本座的头发你还得修炼。混蛋，你再如此放肆，我便卸了你胳膊。那我就割断你的脖子，本座断了你舌头，我挥刀自宫。这样哭、啊、不许！你凭什么？都是拜你所赐我才被关到这里的，我的头发也被你弄没了。头发是吧？喝，这样行了吧？头发终于回来了。不许哭！你这个可恶的魔尊，我一根葱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，我要出去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出去行啊。你有办法出去？炸了刺塔不就好了？你刚刚说炸了刺塔？是啊。你说的是炸了这个上古神物昊天塔？是啊。不是要出去吗？炸了不就能出去了？你说的炸就是轰的一声把这个塔给炸了吗？不是，啪的一声炸了。那为什么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啪的一声呢？因为就是啪的一声而不是轰的一声。我是说，不管轰的一声还是啪的一声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两个现在是互换了身体？现在的你身上只有我那一丝微薄的仙力。微薄？多微薄？那半个山总行吧？
怎么可能？那转换一下时间顺序总做得到吧？你是不是不太懂微博的含义啊？那你的仙力到底能干嘛？你自己感受一下。耶，好可爱！懂了吗？我是一朵美丽的小兰花，是主人最疼爱的花朵。我的仙力可以帮助树木成长，帮助花朵盛开。我的定位一直都是成为水云天第一花仙子啊！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正在拥有我身体的你，根本就不可能站得好天塔。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还嘴硬，明明已经无计可施了。我说了，这是计划之内。计划？你有计划就根本不会和我一起被关进这塔。我进来是有原因的，我乃是重伤在身，无力对抗九渊，所以才……喂，喂喂，你怎么了？喂，没事，想起了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总之，我就是有办法炸了此塔。我说你啊，你当时怎么就这么笨呢？你既然抢了我的身体，就该用我的身体好好待在外面呢。我留在外面干嘛？养花吗？哎，和我里应外合呀。你要是在外面，好歹能找一些魔界的坏蛋来帮衬帮衬，逃出去的可能也比现在大呀。哦，你看，你完全没有想到吧？胡说。你说的我早就想到过了。不是，你刚才的呜已经出卖你了。水云天之前不是从来自诩清高，愿舍身为人吗？你却为了自己逃出，甚至不惜想与本座里应外合。你就不怕本座出去危害苍生气节呢？我把这些事情都考虑完了，还要那些天兵天将天地仙君们做什么？我主子说过，抢人饭碗犹如杀人老母，不能干。哼，小花妖，随我入魔吧，我看你倒有几分资质。才不要嘞！你看看你，莫名其妙的跑到这塔里来待着，怎么孤仙寡魔、孤苦无依的，一个帮手都没有，这辈子估计都没法出去了，还入魔？谁告诉你这里没人来帮忙？你说这里有人帮忙？有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在哪里呀？没有回复，一个回复的声音都木有。所以说这里哪里有人呢？你是苍蝇吗？眼睛里边能同时看见许多人呢？你忘了吗？这里是牢房，牢房里自然有囚徒。无非你看不见了。喂，你等等，我的头没了，我的胸本来也没有。等等，你原来是空间禁制。难道这塔里还别有洞天？也对，上古神物怎么也得给人留点悬念不是？可是我明明就是个小小的花仙，为何会遇上这等事情？主人，我好想你呀、啊！这魔尊的身体还真结实，这么多大石头都砸不烂。你要干嘛？喂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随他去吧。昊天塔已破，接下来该你了。小花妖，身体还回来吧。换回来可以，但你不许杀我。好啊。你这也太没诚意了，至少发个誓吧。你主子可有告诉你，魔族的人都是对着魔尊发誓的。这那算了，不换了，就这样吧，一辈子大家都别换回来了。喂，你给我站住，把身子还来。不要。
歉，我不知道这身子力气这么大，我你没事吧？不会吧，我这是把自己拍死了。哎，这样你看，这样就好了。魔尊怎么会死呢？是吧？真调皮，别闹！你看，出去！快给我出去！啊！谁在说话？这是哪里？快给我！是我在说话，这是……我怎么只能弹左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都是拜你所赐，你自己看看。一具身体出了两个魂魄。我们共用一具身体，我直去点，便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。不滚，除非你把我弄回原来的身体。那个已经不在了。懂了吗？他已经被啪的一下烧掉了。我不管是啪的一下还是轰的一下，你都得帮我再找一个。本座没空陪你玩，赶快滚。玩？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会是玩啊？反正你不还我就不走。哼，那咱们就这样吧。我现在还在你的身体里面，这就证明你没有办法把我挤走。所以，我就天天缠着你，给你捣蛋搅事，让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咱们就这样吧。你敢威胁本座？是的，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上一次胆敢威胁本座的人，骨灰已化为山下尘土。啊，好啊，所以你现在是要自杀吗？我先睡了。喂，行了，本座帮你。你刚刚说帮你再弄一个身体，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？去大殿。本座让你走，你不会配合一下吗？知道了。抬脚。好。我这。你专心一点好不好？人家第一次嘛，你不会温柔点啊？再来。好，接下来抬腿。抬。抬。我。来。放下腿，你真会扯的。大人，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说啊，鬼真的杀不死吗？当然能杀死。钟馗杀鬼不知道吗？鬼死了叫蜥蜴，你读过书吗？混蛋，那你刚才是不是把他们都……没杀他们了。我召唤的都是空间兽，只是把他们都转移去了另一个地方而已。我说过不杀，自然就不杀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你转移他们去哪里了呢？所以你为了阻挠九渊大人，就把他们送往三界封印口了？是啊。你干嘛突然停下？我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撕开的三界封印还没补上。就为这点小事？什么小事？封印乱了，人间将会出大事的。等等，你刚才说小事？是啊，那么小的事情。你帮我把封印封上。切，管我什么事？一边玩去。好，你不帮我是吧？你这是干嘛？你许久未登苍岩海，应该需要一个特殊的登场舞蹈。混蛋，住手！不许拿我的身体！差点忘了，妆容很重要。你这个花妖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有什么不敢？你不帮我，
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还想干嘛？想，努力想，你能想到最丢人的事情，我都会去做。我知道了，我帮你就是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。好。有人在的时候，我不让你说话，你就不许说话。不管任何时候，不要打断我做任何事。没问题。最后，求我。啊。怎么了？说不出口吗？三界颠覆哟，生灵涂炭哟。求求你。啊，听不见，你说什么？求求你。你是蚊子吗？你。世界怎么突然这么安静？快给我封上封印！你说什么？破除封印？封上封印了！要涂炭生灵？封上封印！肥料管够？你打我干嘛？这下你听得见了吧？既然你如此请求，本座就满足你。黑曜岩，主人。你把鬼手回廊的封印焊上。是。他行吗？搞定啦。这么快？算慢的啦。走了。嗯。你主子懂得还挺多。必须的。我主子是天上地下万事皆知的神仙，懂得多，法力高，最是厉害。哦，和本座比如何？哎，你比我主子差远了。仔细想来，还是你厉害。后辈小仙所知天地几何，怕是知道的也不及本座万亿。是你最厉害。这玉池。玉池坏了，再造一个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水退下了，那你的身体不就出来了。这天津已经死了，你疯了！留着让他往生去吧！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我马上帮你抹出这段记忆了。没用的，你将来还是会洗澡，还是会让他遨游在碧波之中。我再也不洗澡就是了。你在这儿？你可真是让本座头着。我的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知道来自乡下的小兰花，没见过世面。我说让花一命胜造许多庙，让兰花一命胜造许多许多庙，让小兰花一命。你不觉得现在求饶晚了点吗？他要动手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你看，哇！别搞这种无聊的把戏，你死定了。我知道啊，可是那个我。你不看后悔，我要消失了。冰心石，你这个混蛋！有用啊！快跑啊！千万不要来追我呀！你要干嘛？挪点地方，我要进去。你这个阴险歹毒、薄情寡义、有没有良心的讨厌鬼，我再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了。挪点地方。先这样吧。行吧。这是干嘛？待我等
你不觉得有点热吗？然后还有点嗨。好嗨呀！谁让你喝那茶的？里面是迷魂药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可是我好热啊！你干嘛？去迷魂药，不至于这样吧？你不懂，我好热，好嗨的。你给我住手！你感觉到没有？这热量的原点似乎在一个不太妙的部位。按我说的做，定住心神，不受五感，接受元心。定住心神，不受五感。清晰，离谱，是不是好一点了？我完全不想要着火。按照满座的口诀做，控制心神，不然真的会出事。我控制不了，不如。废了就好了。住手！这身体是我们俩共用的，废的也是你的身体。是你的。你住手！这里是？去水晶城的路上。这是什么呀？好恶心！本座闭嘴！你先把这个什么扔掉！再胡闹，本座便再喂你吃刚刚那个药。我才不怕呢！我们共有一个身体，你才毁了。不信？难道你准备和自己的廉耻心同归于尽了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我不要。总之，你至少把这蛇尾巴拿远点。要肚兜吗？你干嘛？走了！不要买，我要买。买什么买？我要买。小哥，自己穿还是给媳妇儿呀？哦，我自己，自己穿吗？你的嗜好还真……这人是个变态啊！对对对，就是个变态，臭变态！我杀了你，黑影！住手！不许毁坏我的毒丹！帮他，他这样都是你害的！起开！你的剑鞘只要蛇鳞，烧过牛没用。我可以炖汤啊！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帮他，帮他，帮他！他是水云天的人呢，我凭什么帮他？你不帮他，他要一千年见不到他的母亲。我知道这种感受，我也想见主人，很想很想，可我没办法。太阳，只要你一个默许。他就能少一千年的等待，所以我求你帮帮他。不帮是吧？不帮。你知道女生受委屈一般会怎么样吗？我爱你干什么？急什么？才刚开始呢。可以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对啊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。其实我是我帮他，现在立即